裸露会伤根。市政府在菜园附近修步道，工班砍了几棵樟树，清运回收前询问附近居民要不要帮忙消化一些，这些树干实在太重了，只能拿一点点锯成木片种点鹿角蕨。刚买的链锯规格太低，担心这些树干还没锯完我的链锯就挂了，只好将这些树干送到专业的锯木工厂。第一次在现场近距离观看锯木头的过程，十分新奇，也非常舒压。不用一个小时就锯了几十片，老板收费2000元，觉得十分划算。这些木板应该可以让我用好几年。今天呢，我要把这个鹿角蕨换到这个好看的板子上面。我们需要的材料有水苔、椰块、螺丝、肥料、培养土，还有电钻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我们现在要锁丝跟螺丝先戳上记号。把它挤干。成一个圆 ，OK， 那中间呢，这边要放上椰块，让它能够中间能够透气。反正它要，就是这边要高，然后它要从这边上，到时候再把那个填高这样，然后这边要撒点培养土再高，这样它到时候还要放培养土。撒一点，不然你可以直接放椰块上来。再放一点培养土。别别别，裸露会伤根。这样过不过？过。再用培养土盖起来。好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剪掉。你这原来的肥料都还没吃完。好，种的时候呢，这个芽点要朝上，那旧的这个叶子呢，可以剪一点掉。那这是芽点，芽点要朝上。
忙了一上午，谢谢女儿的协助，做了四盆上板，还蛮漂亮的。喜欢就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。